好，欢迎嚟到今个星期嘅呢一个嘅 MIHK 每周通讯，咁啊已经系2023年嘅呢一个嘅第二集啦。今日咧就系1月9日，咁就系呢一个嘅香港同埋呢一个嘅中国咧，停咗经三年之后冇来往，冇交收啊，今日就卒之开关啦。咁啊，我喺呢一个嘅录影之前咧，咁我就已经见到啊，即系有线新闻嘅一啲嘅片段，咁啊好多。啲廣東話唔係好正，失兩年啦，我都冇咁個老婆，而家我趕住翻去睇下個三歲個仔係咪我的。三年冇見過老婆，有個兩歲嘅仔，而家等住我翻去叫我做爸爸。係，咁我相信咧，即係喺深圳咧，或者係依一個嘅廣州啊，温暖嘅南方咧，除咗驗依一個嘅核酸之外咧，我咁親子鑑證咧，都相信會係一個幾蓬勃嘅。化驗的一個嘅熱門項目，我相信會係冇錯，生意係要做的，咁啊掠你班傻仔咧，咁啊除咗呢個核酸撩鼻之外咧，就另一樣就一定係呢一個都係核酸，就係呢個 DNA 核酸嘅檢驗親子鑑定。咁啊，趙哥，曾經何時你有冇懷疑過阿小澤點解個樣同你咁唔似？呢、這個我就唔喺度講咁多啦，因為咧我仔咧都有九歲，咁應該正常都冇乜問題嘅。算啦，都就算係啊，都笨柒咗咁多年啦，唉，唔爭在啦，係嘛，朱哥。我話係先，佢好在佢唔識講呢個蜚語，講英文嘅，係咪先？拿翻，就算你俾翻啊，習近平冇撚用啦，係咪先？咁就。咁啊，超哥，你點睇咧？即系而家好似係翻上去嘅香港人多，嚇落嚟嘅大陸人暫時冇咁誇張喎，好似係嘛？咁啊，今日即係以我哋錄影嘅時候咧，睇到新聞咧，暫時嘅報道咧，都係第一日啫，係啦。咁啊，係咪即係唔多咧？就真係要睇多幾日啦。咁啊，同埋即係都係啱啱都係正所謂叫做復辦翻，即係佢哋一啲叫手續上嘅嘢。咁所以可能頭一兩日咧，縱使啊，網上面所稱就係話好多人都叫做 book 咗啦，叫做預辦咗啦。咁但係暫時咧，即係嗰個落嚟嗰個新聞睇到嗰種即係喪屍出籠嗰種人頭湧湧咧，就未見。反而好似成群即係依一個嘅羊群衝咗上去關閘喎。呢個就有啦，係啦，上又有嘅，落咧就未多。上咧就今朝早新聞咧，即係我睇嗱，你啱啱講。其實咧，我覺得媒體咧都係想造就呢一個氣氛，即係就話嗱，上去都好多人㗎，好安全㗎，唔係即係你哋香港某一啲人所講到即係好危險啊，上到去落唔翻嚟啊，或者上到去疫情好嚴重，大家好擔心啊，即係亦都譬如澳門都即係所謂叫做而家就將呢個叫做中國武漢肺炎咧就列作為即係佢哋衞生部咧就列作為風土病。咁大家喺一個即係所謂叫做吹和風嘅氣氛底下咧，就嗱，而家大家上去玩又好開心啊！即係深圳，即係嗰啲咩羅湖商業城啊，都已經為你哋準備啊！即係阿偉哥成日去嘅水立方嗰個水療按摩浴場啊，都已經準備好曬開門做生意啊！咁啊，即係大家啊喺羅湖又好文錦渡咩關口咧，都已經有車即係係一睇我睇撈新聞都有講啦，即係每15分鐘定30分鐘到，即係一班車咁啊！阿姐就話：，最好啊，梗係6分鐘一班啦。嗰個阿叔又話：，邊度夠？即係車唔夠喎，我要等好耐啊！即係大家都係吹一個即係和風咁啊，上即係好興起咁啊，大家不上咁樣咯，係。不過咧，講真，即係好人好者，我哋土生土長嘅都冇可能啊，話即係一通關就趕住翻去。除咗你工作上面係要翻去之外啦，咁啊，我見一啲嘅訪問，即係好似除咗即係結咗婚三年。而家有個兩歲嘅仔，好想翻去見下老婆同個仔啦。有啲就話要翻去見下個老豆啦。咁啊，有啲又話只個老母啱啱死咗，今日落葬啦，咁要趕住翻去奔喪啦咁樣。咁啊，俾我嘅感覺咧，其實而家依一個東關點解有咁大嘅民間嘅 demand 咧？即係回歸25年裏邊咧，依200多萬嘅聲香港人咧，即係並不是浪得虛名嘅。即係其實主要係因為佢哋依一紮。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在大陸出世不知道為什麼落咗嚟香港的人呢是他們要急著要通關之後要回去
Otherwise， 除了土生土長人在工作上的問題之外，我想沒有什麼邊個會這麼忘居，難道我回去真的揼骨，我回去真的吃燒蠔，還有我真的勞碌今日成日買嘢，我依一個大家都心裡有數啦。係啊，咁啊，即係頭先我哋呢啲梗係講笑啦。咁但係即係你講緊依25年嚟，或者係依30年嚟，其實已經有所謂一代人係即係同大陸，即係香港同大陸已經溝咗，即係已經其實有一代人咁樣即係撈埋咗啦嘛。咁所以你諗下，其實再過一段時間，其實即係香港其實佢係咁放人落嚟，我哋走咗30-40萬人。今年起碼又要再走多10-20萬人噶啦，咁啊即係前後40-50萬人，咁啊走咗，你要填翻個人口，你緊要繼續要再放翻40-50萬人落嚟香港啦，係咪啊？係嘛？你唔係你個淨流出你就頂唔過你嗰個淨輸入噶嘛，係嘛？咁你換句話講，你一定要大陸啲港漂落嚟啦，係嘛？咁呢扎人對個香港嗰個嘅歸屬感有幾多？又或者佢個家係咪始終都係中國或者大灣區咧？咁啊，即係將來咧，即係掛住香港，對香港有歸屬感啊嘅人咧，就麻麻地咯，我覺得會係。冇錯，咁啊，撈咧新聞都有個阿叔咧，自己都好坦白咁講，佢話：，我今日梗係翻去啦，翻屋企咁啊，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佢都咁樣講啊，即係我哋喺上面住啊，食又好，住又好，都平過香港。咁我而家封關咗咁多年，我而家終於可以翻屋企啦。咁啊，所以你諗下其實。即係佢，但係你明唔明啊？佢可以咁多年嚟都可以住喺香港，唔使翻內地，或者叫唔使翻中國大陸。咁你就明白，其實佢哋一定喺香港有個身份。但係到佢去訪問嘅時候，你亦都睇得到佢哋嗰個身份認同或者佢哋嘅根咧，始終都係喺大陸。嗯。咁所以佢只不過純粹就係冇嘅，因為香港咪就好似咁樣，佢係一個避暑山莊或者係一個。即係調翻轉佢哋嘅所謂叫做購物城咯，落嚟買嘢食嘢平，可以 happy 咯。即係超哥，我喺度咧，我睇到有一樣嘅嘢，即係如果有香港有咁多依扎人咧，即係個心係掛住中國，又或掛住鄉下，又或者掛住大灣區，係嘛？依扎人有幾 dedicated 去建設香港咧？好啦，嗱，我哋走咗20萬人啦。咁有一扎嘅香港人，或者係仲有一扎嘅年輕人，爸爸媽媽未必有申請到 BNO 過唔到去。咁呢扎嘅年輕人嘅心會點樣諗咧？即係我如果我係嗰扎嘅年輕人，我就諗我個俾心機交税做乜 Q 啫？係嘛？公屋我上唔到，係嘛？福利我攞唔到，係嘛？交啲税俾你，你就走去買水炮車肥鳩我，係嘛？係咪先？我交啲税俾你，屌你老味！你醫療嗰啲嘅補貼啊！係嘛？你又唔會係益到我嘅，我就得閒同你戇鳩鳩走去依一個嘅公立醫院排急症室排8小時，我有錢我走去睇私家醫生。好啦，屌你咩？過多2年，冚家產，我同你工程資供樓又俾你抽鳩咗啲嘅印花信嚟印税，係嘛？咁又跟住我個仔去讀書，又要俾你玩啲國民教育，去屌你老味洗鳩佢嘅腦，對跟住你知番茄炒蛋期，屌你老味搞鳩我，係嘛？我跟緊住有啲咩嘅意見，你嗰扎嘅撚屌議員就冚家產，永遠聽唔撚到，帶唔到啲聲音入去。我自己又想從政，你又唔會覺得我屌你老味閪冚家產，係嘛？愛國愛黨係嘛？我個根又唔係根正苗紅，我香港出世嘅。你而家搞啲鄉音都講唔你撚甩嘅人啊！屌你老味入議會，入依一個嘅屌你老味嘅公務員依一個嘅體系係嘛？屌你老味閪，你有啲咩嘅著數就益啲聲香港人。咁如果我係一個，而家20多歲嘅年輕人，我又冇 BNO 身份，我自己又離唔開香港，去台灣，蔡英文總統嚇而家玩撚到咁撚串，個撚到台灣你都揾唔撚到食，冇運行，美國又去唔撚到，咁我屌你個咩？我喺香港裏邊，咁我點撚樣搞啊？我交税就戇鳩鳩，我不如屌你個咩閪，毀撚進步啦！屌你老闆係嘛？我盤撇啦！屌你個求撚期！係嘛？揾啲工種最好就唔撚使報税或者收現金，你估我唔到收幾撚多錢？唔會同你屌你老味係嘛？打啲乜撚嘢嘅全職啊係嘛？我求求其其啊，唔撚結婚，唔撚生仔，儲到錢屌你老味係開撚到關，我就使錢去台灣、使泰國、使日本、去歐洲使錢，瞓鳩曬佢就唔撚益你香港政府。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見我見撚到有啲咁嘅變化嘅嘢咯。因為而家對於香港嗰個管治上咧，佢就會覺得你嘅根咧就唔應該係香港，你嘅根咧就應該係中國。香港只不過係即係中國或者大灣區其中一個省啫嘛。
你要發，即係所以咪你要去做嘅就係、是、你真係要去尋根，就係、是、尋根。係啊，我講真，我睇緊完嗰條片，即係我就喺度諗啊。如果我係個僆仔，我點諗啊？屌你老尾，你全香港啲咁呢啲咁嘅撚頭充斥曬喺個香港裏邊，我俾心去建設香港，你又放啲咁嘅冚家產落嚟，佢哋班冚家產就落嚟攞工綜援、攞居屋，同我搶上樓快，係嘛？屌你老尾！一系我如果我自己走去同你去俾心機建設香港，你打鳩我上，我養鳩呢班咁冚家產，我益緊咗你班咁嘅撚嘢，攞緊我啲福利翻上去上面貼大陸人啫喎。係啊，咁你諗下最重要幾樣？而家香港嘅民生，即係醫療啦，一啲教育啦。跟住你嗰扎嘅廢官整啲政策出嚟就玩鳩我嘅，我仲要養鳩你30几40万一個月。仲要屌你，好似阿屈榮賢話事計，屌你老尾閪，你就係咁嘅垃圾會議員，放依一個嘅暑假，我屌你老母，放80日有 pay leave， 邊喺度揾啊嘛？係啊，邊即係講真，我啲錢唔撚使揾啊！你班撚樣就冤大頭，頭撚期廢噏講埋啲戇鳩嘢，無驚無險又到3-4险，捱佢5年，哎落撚咗萬，代代平安20几万一個月，你就係個廢柴官係嘛？做一屆5年係嘛？屌你老尾盧寵茂啊！啊！依鄧炳強呢啲咁嘅廢人係嘛？30-40万一個月，捱夠5年之後，屌你老尾，一年幾多錢啊？超哥40万一個月，乘十業，近500万，做5年2000几万，屌你老尾閪，打埋税，你都起碼又執2000个落樓，跟住你就同啲仔女去澳洲啊，去加拿大生活。喂，我咁辛苦養鳩你班冚家產，我老閪都唔交税啦。冇嘅咁啊，所以即係而家香港啲咁嘅情況咧，就。你就幾難再有進步噶啦，或者係再有一啲叫做好大嘅空間去改善咯。無論係民生、科技、經濟，因為大家都覺得喂，好似我有1/3嘅人就係呢班咪契弟，咁啊就係落嚟揾著數，跟住有咩事就翻上去嘅。咁啊，咁大家咪大家鬥氣咯，係咪先？跟住有扎骨中流砥柱。骨干嘅呢啲嘅香港人，钱捻资金下一代就抽鸠走晒，剩低个就系走唔捻到嘅，就俾你班捻样屌你咩冚家产，牛奶公司、薄扶林、牛房嗰啲鱼油渣够干干净净，养你班咁嘅废官、废议员，屌你老母声香港人补贴嘅班冚家产，落到嚟20万嘅人，我哋用我哋嘅钱去屌你咩养鸠佢，系嘛？俾资源，俾一个嘅 welfare 佢，俾房屋佢。系嘛？跟捻住就整一啲咁嘅捻屌教育，佢屌你咩糟蹋下一代？我点解要赚钱啊？我点解要交税啊？点解要俾心机努力建设香港？即系呢一个嘅问题，我真系睇捻完嗰条片，我即刻谂捻到出嚟。好啦，咁啊，唉，即系随着而家呢个防疫政策放宽之后咧，咁啊，再睇一段时间啦。无论系两岸嘅人，即系所谓叫做互沟。即係溝淡又好，點樣都好啦，沖淡又好啦。咁啊，跟住再加上疫情，會唔會有一個新嘅爆發咧？咁啊，不過應該就唔會嘅。暫時睇咧，嗰只所謂咩 XBB.1.5 咧，其實就會捱屎嘅喎。中咗聽講，阿列大夫係聽日嘅列大夫中醫教室會同我哋分析下咩 XBB.1.5 中咗之後係咪真係會捱屎喎？咁啊，我其實咧呢一隻 XBB.1.5 咧，其實不幸咧。在我哋澳洲，即係我呢個省咧，即係 New South Wales 咧都有噶啦。而家你中咗咪不停賴屎啊你？咁我都唔知係咪懷疑，我而家咧就中咗，因為咧我都有啲咳同埋傷風感冒，咁啊但係冇發燒，咁啊但係慶幸咧就未賴屎。李超哥，你唔好撚係流兩滴鼻涕，你就屌你老尾喺 po 上網呃拉打飛機，做一個嘅男人，我話知你屌甩頭甩骨，都係要近撚咗佢硬淨啲。所以我見有啲網民咧，即係咧好撚心涼咧，就同我講話超哥買定成人紙條片，我開頭又唔係好明佢講乜啊，我而家終於明啦，原來會瀨屎嘅，你班撲街啊先！係啊，即係我見到即係香港個情況咧，我即係都補充一下啦。你頭先講話會唔會即係會嚟爆疫症啊？其實喺我哋一直以嚟嘅分析，我哋都有講過，就係話。只是越變越輕微的，其實理論上就不用太擔心，只不過是太多中亞病夫以他們那種喜歡盲搶的這些問題會下來就搶了我們的一些藥物。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即怕一些人會衝來去看病，即是將我們的醫療系統去拖垮。其實我最令我擔心的就是因為香港有一堆廢腦，
愛祖國，打祖國疫苗，即係其實個身體裏邊冇乜抗體。咁如果真係有好多嘅人帶咗病毒落嚟而感染咗就係個肺腦咧，咁啊真係威閪多個威噶啦！即係依係依三樣嘢。咁其實最令我會睇到國際會點咧，就係國際就會利用 whatever 佢哋 find 啊，會做文章去搞鳩你。因為其實個關鍵咧，即係唔係你隻病毒有幾 level 啊，而係你俾咗個位別人哋可以去玩鳩你啊！即係玩鳩你就緊㗎啦，係咪？因為你搞緊對大家雞毛鴨血啊嘛，咁即係會變咗政治一個嘅議題，即係唔多唔少咧都會有一啲嘅restriction 啊、limitation 啊，令到依一個嘅中國嘅依一個嘅旅客入境會受到一定程度上嘅依一個嘅阻滯，咁啊當然會連累到我哋香港啦。咁而即係大家都會視你哋如洪水猛獸，咁啊即係到時亦都會有一啲人啊會又做文章。又話歧視亞洲人啊，各方面嘅嘢，咁啊，依一樣嘢就即係大家拭目以待啦，睇下會唔會爆發啦。咁啊，如果嚇即係真係有啲咩嘅頭暈身興，將啲疫情去到第二啲國家，而令到第二啲國家再復陽、再爆發一個嘅第二波或者第三波嘅依個武漢肺炎嘅變種咧，咁啊，即係我諗咧，即係外國裏邊咧對你就唔揾下氣啊，因為而家你鹹濕菜都開到名屌柒你啦，係嘛？鹹濕菜轉撚咗態啦，鹹濕菜而家。企撚咗又喺美國嗰邊話，根本都唔撚知中國嘅疫情係完全唔撚透明，究竟死撚咗幾撚多鳩人？佢完全係冇依啲嘅數據喺手啊嘛。係鹹濕菜開初就扮純情，即係大家就覺得喂，我又唔知道你係有幾咁狼死，咁啊照即係當睇唔到隻眼開隻眼閉。喂，咁而家呢三年大家都清楚曬嘅時候，喂我就唔可以扮。即係唔可以扮嘢當冇事發生噶嘛，咁啊點都要出嚟，即係左右兩邊打五十大板，咁啊都正常嘅。咁啊但係即係好似咁樣，即係而家最擔心就係話如果佢哋出到嚟呢班友仔，咁啊除咗就係帶病毒之外，就係話會 suffer 啦，咁啊就係話你影響到其他人醫療系統啊，其他國家同埋就係話嗰啲搶嘢咯，即係最撚煩呢樣。咁所以其實香港可能短期內咧，我諗可能農曆新年前左右啦，我諗香港即係好似頭先嗰啲咩，即係止瀉藥啊，咩喇叭正路丸啊，連龍各省都搶啊，係咪先？咁啊呢啲必理痛嘅就必然係即係短期內就係最開心一定藥房噶啦。係啊，咁啊冇計啦，唉，即係我諗係香港未來一段嘅日子咧，大陸唔夠嘢咧，佢就落嚟香港搶噶啦。咁啊，即係香港就會傾斜到，即係有一部分嘅人咧。不知幾時開到你嗰飯，咁啊啲人落嚟搶咧，咁啊俾翻啲錢你賺下。咁但係香港咧，亦都會咧，你知道香港啲撚樣咧就好撚閪噶嘛，永遠即係啲政財就唔會做嘅，中意做揾快錢，中意投機取巧炒賣係嘛？即係最好就左手嚟右手去，唔好要我用腦，唔撚要我艱難艱苦經營係嘛？即係總之呢啲有批貨賣撚到走，賺佢15%開，或者賺15%百分點。話20%，唉，屌你老尾係咁努力做乜撚嘢？我努力做嘢，好似你鱷魚啲咁嘅撚樣咯，蝕撚死你咯，係嘛？係嘛？咁啊，即係我啲炒炒賣賣嘅，屌你乜坤人嘅，咁啊，屌你乜有著數咯？就肯定咧，就係繼續咁。其實我覺得長遠嚟講咧，香港繼續做呢一種左手交右手，大陸有人要啲乜，佢就俾啲乜佢嘅，係更加咧將香港咧揾錢個開源嗰個嘅範數啊，越玩越少。香港其實已經好咁少犯數噶啦嘛，你講真的，你而家你香港裏邊，你做邊一樣嘢會賺得到錢嘅，係嘛？你走去做檔茶餐廳，屌你老尾喺抌本300萬去做個裝修，係嘛？5年租約，好生意嘅，個老闆就計緊到條數，等你屌你咩啱啱攞緊咗1/3嘅依一個嘅裝修，係嘛？然後就話加租啦，屌你老尾逼你離場，咁你都要蝕埋個裝修錢，都未回本啊啲裝修，你明唔明啊？係嘛？你做邊一樣嘢可以有錢賺咧？但你係去做炒賣房地產啊、炒賣股票啊、投機取巧啊，咁你又有錢賺啦，係嘛？咁你咪逼撚到香港冇一啲真真正正落手落腳，好俾心機去轉型改善好一門會賺錢嘅依一個行業，但係全部大家都係逼住揾快錢，其實對香港咧長遠嚟講咧係含得撚橡皮糖嘅。即係喺依一集，我會見到有兩個嘅問題，從你通關。我就會覺得而家走唔到嘅年輕人就覺得點解我仲要繼續建設香港？因為成個香港都係有一扎對香港冇歸屬感，個家喺大陸嘅，喺鄉下嘅，係嘛？嗰扎嘅聲香港人，
落嚟都唔撚知屌你有咩填數啊，定係搶香港資源啊，定係點鳩樣？定係要趕撚走曬你啲即係屌你乜愛香港嘅人，換一扎屌你老尾閪啊愛大灣區嘅冚家產。咁我俾心機做嘢，咪益鳩咗佢哋係嘛？一個係 number one。第二，長遠嚟講，你香港隔絕喺依一個海外，全世界就屌你有咩圍中，你自己就戇鳩鳩嚇，即係企撚咗喺中國嗰方面就俾人排斥。跟撚住而家嚇，即係趁你仲有啲多嘅依一種嘅開放，仲有一啲嘅物資，仲有一個僅餘嘅依個爛臭招牌，賣嘅嘢都係正路，佢就落嚟買一啲大陸缺或者賣陸有謠言啊。有一啲嘅屌你個咩風吹草動啊，要炒賣嘅嘢嚟立呢啲嘅嘢翻上大陸，咁我哋就其實就真係冇乜煩數噶啦，超哥。咁我諗而家最開心咧，或者係即係香港，好似頭先你咁講咧，就係話就係、是出入口零售業咯，即係嗰班人咯，嗰班記得利益。出入口零售業都係睇邊啲？你大陸唔會落嚟同你炒只 Marvel Legend 嘅 ，OK？ 即係有嘅都唔會有咁撚大盤人，佢就係炒你啲 commodity。是吧是吧，即是生活必需品，因為他有些東西不能吃，他就來立這些必需品。即你幾年前那些上水踢劫事件呢，很快又會在香港的角落就會再出現的了。可能預示最好炒賣的就是一些叫做、高科技電子零件咯。因為香港暫時呢、美國都未出聲，就說不給入口這些高科技、晶片啊，或者有啲叫 display 卡啊、電腦啊嗰啲嘅，咁啊，但係而家大陸就好明顯就已經唔再入呢啲啊嘛，係咪？咁但係你話喂嚟緊會唔會之前都有人走水貨啦、走 display 卡啦嗰啲，咁可能嚟緊可能呢啲都會再興旺翻都唔出奇。咁啊，即係依一個即係更加高端啲就唔係普通民間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 iPhone 啊，或者係有啲咩嘅？電子產品總之乜撚嘢大陸需要嘅，香港就會變咗立嚟做一個走私天堂咯。好啦，咁啊，即係如果你香港特區政府，你好似係奴寵物咁樣戇鳩嘅，哇！人哋搶乜你就立法禁乜，咁啊，你只香港就繼續咧就會 further 咧就係嚇喺第三跑附近嗰啲等船啊上落貨乜撚嘢龍蝦尾啊、紅酒啊、澳洲紅酒啊，屌你老尾凍肉啊、牛扒啊、豬扒啊咁樣樣係嘛，即係咁走嘢上去係嘛？咁啊，你問我。咁啊，點解可以做到咁成行成市？咁啊，大陸嗰邊我就完全 without a doubt， 係嘛？佢肯肯定嗰啲乜撚嘢海關、水警、公安乜撚柒啊，假和尚啊，假師姑，屌你乜真乞衣，定係點咧妓女？成抽集團嘅走私，你明唔明啊？唔係佢點樣可以運撚到啲人落嚟，運撚啲貨上去？咁你香港有冇人打龍通？我就唔敢講有，係嘛？我亦都唔會排除冇。但係你話而家有任何嘅媒體？去起底去查睇下人民入境事務處海關係嘛？屌你個咩嚴處有冇人打龍通？咁你冇人去查，咁啊即係講真，你想欲查就無窮，第四權就發揮唔到係嘛？屌咁咩大家明啦係嘛？其實盧寵茂咧即係係一個完全唔貼地嘅人。第一，佢根本如果你睇咗咁多年走水貨嘅，即係由梁振英個年代嗰即係已經討論緊嘅問題，即係踢劫啦頭先講。你根本就是香港和大陸就是一個即是好即是緊密得很緊要，無論是人口貨物就是兩邊 互相即是你又找些人下來，我又找些貨回上去的，你要如何禁止呢？是不是這個自由市場來的？你可以在香港，總之你有錢真金白你買得到東西你就自然可以拎得走，你真的吹人帳的嘛這件事。所以你說立法禁止買止痛藥又好，立法禁止買其他東西都根本真的沒有人發生到的事。是啊，所以即係你見撚到咧，香港嗰個整體嗰個大趨勢啊，人民嘅 behavior 啊，即係其實即係又多咗一啲嘅麻煩位咧，係要解決呢啲嘅結構性嘅問題咧，係好難嘅一件事，即係個敗相已呈啊！今年啊，即係乜撚嘢？李居明兔年運程，你話講撚到屌你咩起死回生？咁啊，即係講真，李居明上市。係嘛？屌你老味，係你自己睇好啊！我真係講真，我真係唔幫睇得好啊！咁啊，阿沈大師都話今年咧，2023年啊，有機會衝上30,000點啊！係，佢啲血壓就30,000點，屌你！咁啊，睇下佢真定假啦！咁啊，真係咁啊，所以即係而家都去到21,000幾點啊嘛，好似係再5,000幾點，好快追到啦！屌戇鳩嘅真係咁啊！都係開心嘅。如果你話升到上去，咁啊，香港人咧即係都揾到錢嘅。
咁啊，但系即系再睇啦。冇啦，香港人揾到錢，佢更加班友仔就冇更加冇心機去繼續去灌溉香港。點解啊？唔好呃大家啦，大家都知撚到香港係依家嘅沉淪緊呢個船啦。如果香港仲可以屌你咩兩點、二萬點、三千、三萬點揾撚到水，你仲係咪再留喺香港裏邊屌你老尾閪同佢沉船啊？老閪啊，搶救生艇走啦，係咪啊？仲要揾撚到錢嘅，更加走得快啊！係係，咁啊，暫時未知啊。咁啊，農曆新年咧，我就睇下香港，我哋睇下咩情況啦。因為應該好快就農曆新年，因為1月22日就已經係年初一啦嘛。係啦，冇錯。我而家密切緊咧，我哋如無意外咧，我哋都可能喺年家先嚇，22日就年初一，咁我哋可能咧就去到咧20日。啊、我們的節目就做到20日，21日呢，年三十晚呢可能會出一條個鱷魚潭，咁啊跟住會休息噶啦，咁就年初九至會啟示啦，因為星期日就是年29日嚟噶，咁啊即係可能係1月30日年初九咧，我哋就會至可以復播啦，因為你得個三日咁尷尬，不如放鳩埋佢啦，係咪先？明白，係嘛？咁但係大家放心啦。即係老惡都會啊！即係你哋就過年啫。講真，我做都多鳩魚啊，冇人睇嘅，大家都去玩啊，自己走嚟走去。咁但係如果有啲乜撚嘢突發性嘅嘢，因為喺加拿大呢邊就冇依一個節日嘅限制噶嘛。咁我總之有突發性嘅事件，我就會做直播咯。但係其他啲節目就俾啲手足休息下噶啦，我就會。咁啊，今年就啱啱唞咗一個月個禮拜啦，我哋。但係我其實話俾你聽，我真係未夠，我真係好想放多啲。即係喺嗰個禮拜裏邊，超哥你都知道我做緊嘢嘅其實。其實我哋私底下基本上係冇休息嘅 ，OK？ 冇休息嘅，我仲癲撚到，屌你老尾閪！你明明啊放假，你做乜撚嘢搞依一個林國榮三部曲？係啊，冇撚錯。但係林國榮三部曲嘅反應係非常之好啊，你知唔知啊？我知啊，咁啊，大家都私底下都同我哇追我啊，追住我問啊，因為你出完第一集咧，咁你條撚啫就即係都甩咗一兩日咧，就話你原本可能啲講話平安夜咁啊出噶嘛，甩咗一日啫。跟住啲係爭一日嘅，啲即係追我啊！不過點解我揾唔到啊？上咗我揾唔到啊！我未上啊，你等多一日。咁啊，上集嘅攞講鬼故咧，亦都係啲老友嘅 feedback 就係非常之好嘅。咁啊，奇怪啦，即係我都係平常功力啫，即係我冇話特別好俾心機做，亦都冇話揸流灘。咁我集集都係咁俾心機做啦。咁或者嗰個 topic 啊，或者嗰啲資料啊，即係整體嘅呢一個嘅 combination 啊，咁啊加埋阿偉哥。由凌晨五點鐘走去拍鬼屋，係咪黐撚咗？奈何就第二節就18禁咯，即係變咗咧即係個 kickway 係會爭啲嘅，因為咧始終咧有啲老友記或者我哋有啲朋友仔咧冇 lock in 啊嘛，係啦，對科技上嘅嘢咧就唔係好認識嘅，咁所以咧譬如佢 YouTube 佢又冇 account 啊，又冇 Gmail 啊，咁啊變咗佢哋冇 lock in 咧就睇唔到咯。係啊，咁啊整體依兩個禮拜嘅老我講鬼故同埋依一個嘅林國榮嘅三部曲啊，即係嚴肅的秘密咧，咁啊即係證明老我咧，我復刻係有個原因嘅，即係以前有講過 topic， 我再復刻咧係充分咗佢啦，圓滿咗佢啦，同埋即係揾到個新嘅 angle， 同坊間有啲唔同啦，即係隔咗一個時間再 revisit 個 case 啊，重新要再睇過啊，咁樣咁啊，即係喺依一方面裏邊咧，我一定會繼續咧發掘一啲嘅新的 topic 啦，咁同時亦都會睇翻咧邊啲舊嘅 topic 咧係做得冇咁好咧，我會繼續咧就會再重新再演繹過嘅。咁而家咧喺我手上邊咧，香港奇案今個禮拜就我有兩個 topic 我可以揀嘅。咁一個咧就係一家四口離奇燒炭案件，另一個咧就係依一個嘅錦田啊，依一個嘅水頭村槍擊案。咁啊，依兩單案件咧，我可能兩二揀一，咁我就未諗到係講邊個，咁但係我就有 topic 有曬資料噶啦。咁啊，大院有落咧，今集咧就係先做咗拆招牌先。咁啊，我約咗 K.C. Sir 咧，就講講香港嘅拆招牌。咁啊，因為都知道啦，即係踏入2023年啦，除咗我哋嘅手提電話嗰啲嘅衛星卡。就太空卡要實名制之外啦，咁另外一樣嘢就開始進行嘅咧，就是、香港好多嘅一啲嘅同我哋好熟悉嘅呢啲嘅舊招牌咧，全部都開始
一塊一塊都冇撚咗噶啦。咁啊，但係另外我見嗰個油麻地嗰個黃道十二宮仲未拆喎，即係上海街嗰個咧。你好想去咩？我未去過㗎，我從來未去過㗎。我成日見你哋啲人話要打大佬，打到上去雙子宮啊嘛。你想去上雙人哋嘅子宮啊？嗰啲嗰啲全部，即係我就係喺樓下影相，我就覺得嗰個招牌都好大個嘅。咁啊，但係點解要拆招牌咧，超哥？因為係咪即係佢新嘅條例，定係啲招牌夠鐘，佢哋冇錢維修，定係點樣樣咧？嗱，有啲就係咧，就係因為以我所知啦，我唔一百毫升啦。咁就係有，但係執咗粒，咁啊就抌遺棄咗喺度，咁啊冇搞。咁另一啲咧就係話，佢而家新嘅條例咧就係話個寬度，即係唔可以超過幾寬，係啦。咁啊同埋咧就話有啲舊樓啊日久失修啊，咁佢嗰個牆咧佢掹嗰嚿嘢又咁 Q 大個咧，咁其實係有啲危險嘅。咁就變咗咧就係同嗰啲商户咧就會討論啦，就係話一係你就去維修到啱翻現有法例尺寸。咁啊，即係又係搞一輪啦，咁啊變咗不如就話，唉、哎，算啦，即係有啲就話唔搞啦，拆咗就算了。因為你而家拎錢出嚟去維修，講真，呢三年，喂，籠底嗰啲啲錢都跌撚曬啦。講真，我喺度又要搞乜撚嘢先鋒系統，又要屌你老尾閪，又要裝修裏邊嘅抽氣啊，通風系統又要就係錢，係嘛？人手又揾唔撚到，屌你老尾閪，又限台又限人啊嘛，成賺嘅錢又唔多，早幾年嘅錢跌鳩曬。而家我仲邊有錢去屌屌整鳩之後拆鳩咗佢部眼屎乾淨，還算等數咯。咁啊，其實都真係拆咗幾多嘅，即係都唔係一兩年嘅啦。咁啊，其實陸續政府咧都係不斷即係對於一啲比較有潛在風險嗰啲咧，就勸喻啲店主咧，就即係你唔好搞啦，都唔好整啦。咁啊，整咗又你又要好似咁花筆錢，不如你就即係我哋即政府即係代你收鳩咗算啦。你自己有冇一啲嘅招牌你好 miss 嘅？可能如果當然就是西營盤啦，嗰、那個美心嗰只牛牛啦，呢、這個我都係對我嚟講，新味餐廳係啦，新味啦，咁啊對我哋嚟講係一個signature 啦，係啦，即係西環友嚟講一個 signature 啦，係啊，咁啊啱啱另外有個特別啲就係嗰個刀啦，即係有一個即係嗰個咩楊添刀刀廠係啦，嗰、那個都幾得意嘅，即係其實都幾 creative 嘅。咁啊另外頭先講啦，黃道十二宮啦，黃道十二宮就暫時就未拆嘅。咁啊，如果有朝一日拆咧，我諗好多人都會對都會向佢致敬同埋愛。即係其實我好撚懷念咧，以前咧即係杜魯治夜總會嗰、那個霓虹鋼管招牌，同埋嗰個咩 New Technology 咩啲 Tonoki 啊 ，New Tonoki 嗰個招牌。咁啊跟緊住落到去咧，以前咧一個告示打道咧，近碧麗宮之前咧。你就見到今日世界二千嗰個牌，我又好鬼中意嘅。咁啊去到洛克道嗰啲乜撚嘢啲買夜總會啊嗰啲咧，我又好鬼中意嘅。即係洛克道嗰啲司機啊，你明唔明啊？嗰啲招牌真係好撚正嘅喎，係咪先？係嘛？我又好鬼掛住。洛克道一條直落。Why do this one? I used to. 你唔好嘈住我先，你 say hello 先，大你。Hi， 小集 ，hello。兩歲嘅小朋友翻去先，唔該你。走得 ，OK。咁啊，係啊，即係以前落一度咁啊，區旺二啦，即係一個大排，即係一大排場同成扎霓虹鋼管，咁啊冇噶啦呢啲嘢。銅鑼灣又有一個叫做第一村，有一個廚師形狀嘅啦，記唔記得？係啊，冇咗啦，係嘛？咁啊，跟住紅屋餐廳啦，紅屋餐廳啊就喺一個嘅銅鑼灣道嗰度啦，紅屋餐廳係嘛？好多啊，即係呢啲招牌我仲記得以前依一個中國國貨有限公司，又喺正軒尼斯道，即係好多依啲唔同嘅依啲嘅招牌嘅。其實招牌好緊要嘅，香港有一個叫招牌文化，即係個招牌就係代表佢間公司有啲特別嘅字體，係嘛？即係有一個唔同嘅 presentation。咁我希望依一集都係同阿 Casey Sir 傾下依啲嘅招牌啊，懷舊下咁樣啦，即係陸陸續續啊，依種代表舊香港嘅，我又唔可以否定即係特區政府依一個嘅政策。因為的而且確冧撚咗個招牌落嚟，咁點算咧？依啲嘅招牌幾廿年啦，係嘛？即係亦都係啲個大廈嘅外牆，亦都有一段嘅年資，係嘛？即係日月日久失修，係嘛？即係你又會構成一定程度嘅危險，亦都唔可以為撚咗你真係嗰個嘅安全嘅程度，係咪？因為美觀嘅程度啊，文化嗰樣嘢嚟忽略咗個安全嘅程度。但係依一個錢政府唔撚俾，就邊個俾咧？政府如果要俾，就一天文嘅數字，嘅錢係咪應該使喺嗰度咧？
即係其實呢個都係我好好好爭議性嘅一個嘅議題嚟嘅。啊，另外仲有一個都幾 signature 嘅喺灣仔軒尼斯度，就係以前有間做火水燈啊，嗰個蝴蝶牌火水燈啊，蝴蝶牌火水燈好難講，係啊，真係好似咁樣，因為一講起咧就勾起咗即係我哋以前八九十年代呢啲即係大型嘅店鋪嘅一啲即係呢啲 signature。係啊，咁啊有啲係成棟嘅，成棟外牆嘅告白啦，譬如落星牌啊嗰啲，即係有好撚多啦，係咪？但係呢啲咧就係嗰陣時七八十年代咧，全部咧六點打後全部著撚曬燈。就是、令到維港兩旁咧，你充滿咗個生氣，充滿咗商機，即係充滿咗一個嘅繁華嘅依一個嘅影像出撚咗嚟。而家香港啊，即係嗰啲尤其是嗰啲 LED 燈啊，冷清清嘅，冇咗霓虹光管嗰種嘅即係暖嗰種嘅感覺啊，即係更加好似即係靈堂上面點燈咁樣嘅依個情況咯，你嘅。咁啊，賣下關子先啦。咁啊，我哋講太多，咁啊，留翻俾你同 K 先生，咁啊喺大院有落。我哋去追捧嗰個節目啦。係啊，咁啊，咁啊，今個禮拜啊，即係總之有香港奇樂啦，同埋有大院有樂啦。咁啊，你依一個嘅超哥飛人生活係咪你都會講下啲過年嘢啊？可能今集或者下一集。咁啊，今集咧，可能我就會講下我搬新居啦。咁我有啲乜即係搬屋有啲乜嘢留意下啦，或者係講下我生活少少嘢啦。咁可能就做一集。下一集可能我就會計劃去 Chinatown 睇下到底即係外國我哋呢啲所謂叫做華人有會唔會有一種過節嘅氣氛啦，或者係而家仲會唔會有過節氣氛咯？咁啊去了解一下。咁啊，你今年係咪第一年唔喺香港過農曆新年啊？上年已經係㗎啦。其實我哋上年一月中過嚟嗰陣，啱啱二月一號咧就係農曆年初一，仲即係嗰陣時仲你係一月廿二號走噶嘛？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嘛？上年一月16號，16號咁啊，啱啱過到嚟開學，仲要開學嗰日咧就正係年初一嚟嘅，所以對我同啲小朋友嚟講咧，其實就冇乜好大嗰種過年氣氛。我亦都問咗阿 Peter， 即係平時同我一齊出去玩嗰、那個，咁佢都同我講，佢話其實都。即係過咗嚟都要好長時間嘅華人咧，就再冇乜呢啲即係所謂過節嘅嘢噶啦，已經好少嘅。其實我咧，我亦都好坦白話俾大家聽啊，我係幾憎過年嘅，認真啊！過年咧跌好多錢，依家又話買年花，又話買桃花，又話要旺場，又要做乜做乜做陳，又要大掃除，又要屌你咩黐揮春。要整油果、整年糕、整煎堆，係嘛？即係又話屌你老味閪，又借租，又依樣嗰樣那樣，做埋一連串呢啲唔撚定聽使嘅嘢。咁其實過年過乜撚嘅年啫？年年都係咁撚樣噶啦。其實你唔應該有過年呢一個 concept。其實我係 current point 嗰啲叫做咩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噶嘛。你去撚咗佢噶嘛？唔會話你去到依一個段落啊，重新又再咪再嚟過，即係自己呃自己，你都係繼續行。即係你。你都要繼續去做好你自己嘅，唔係話你今年過年做撚完曬呢啲迷信嘢啊，如此類推之後，哇！你自然出年就好啊，不如將啲 effort 做好啲而家手上面嘅嘢，搞好自己啲身體健康係嘛？即係整好自己一啲即係要即刻要關注嘅嘢、關心嘅人係嘛 ？address 一啲 immediate 嘅問題，好啊！嘥咁鳩多嘅時間，以前點解會有中國有咁嘅過年？因為佢係一個農村嘅依一個嘅農民嘅依一個國家。收捻晒炉啦，系嘛？唔捻去耕种啦，收割完毕啦，喺屋喺个地方里边咧就开始整理下啲家当啊。但系而家你成个社会模式系变咗噶啦嘛，你明唔明啊？香港有咁多 busy 嘅节日咧，就另一个 concept 嚟嘅，就因为想促进消费同经济啫，即系圣诞、冬至大减价、除夕倒数，大家去卡拉 OK 食餐饭。咁啊，跟住又做冬做節，跟住又公司又有得食飯送禮啲客人，咁所以其實喺外國其實就淨係得元旦，即係食好嘢望聖誕。如果我要保留翻咧過年咧，我係得兩樣嘢我要保留嘅啫。第一就係一餐嘅團年飯，即係華人喺度 get together， 即係食餐飯，同屋企人齊齊整整，係嘛？即係感恩每年咧，大家都可以喺埋一齊，我就去保留翻個團年飯。團年飯我就會視為好緊重要噶。另外一劑咧就係即係可能係初七啊、人一啊，
咁啊，即係大家都開開心心咁啊，食下湯圓啊，嚇或者食餐開年飯啊，咁我就真係好夠啦。其他啲乜撚嘢派利是，大家唔好揾我，唔好揾同我講恭喜發財，我唔撚需要發財。你唔揾都 send 個微信支付寶俾你啊 ，OK， 你到時。大家身體健康，平平安安最緊重要嚇、啊，即係我係一個屌你老味閪，錢銀對我嚟講真係好撚煩惱，係嘛？即係我要籌期，即係又要助養同事啊！我啲太攰啦，係嘛？我就係想做好我每一日嘅嘢，即係我就係相信做好每一日嘅嘢，啲嘢就會自然會翻轉頭做好，係嘛？咁啊，大家最緊要就係齊齊整整、平平安安，其他所有嘅啲乜撚嘢，步步高升啊！屌你老尾喺三年保兩，你哋啊留翻你哋，唉，總之我就人一大班朋友齊齊整整，係嘛？唔好撚打撚散曬，係嘛？即係個撚個都唔好撚陰陽相隔。咁樣樣我就最緊開心啦。係，咁啊，農曆新年前咁啊，有個壞消息就要公佈俾大家聽嘅。咁啊，就係咧，我哋偉大嘅藍絲藝人阿楊明咧就出撚咗策啦。咁啊，提早出策，都係幾撚勁啊！真係仲十住嗰十八日都仲可以扣價，真係威撚曬，巴撚幣人哋真係。咁啊，呢條撚嘢咧就出翻嚟咧就。希望他重新改造啦，就不要再醉驾啦。咁啊，即系如果讲真，呢啲质地咁差嘅人咧，喺成件嘅事件里边咧，其实已经判得咁捻轻，你佢仲去走去玩上诉，就已经充分反映咗呢条捻样咧，系唔捻想找数，系唔捻想承担问题。被捕嘅过程里边拒绝去做呢一个嘅酒精测试，你成个人撇鸠晒，行都行唔捻到，就已经系饮捻到大晒。仲不負責任去揸車，如果有一啲乜撚嘢好巴巴的士司機啊，乜撚嘢屌你諗咩慈祥嘅祖父嘅巴士司機啊，俾你咁樣撞鳩死嘅，咁跟撚住個古仔又點咧？係嘛？咁你根本都冇撚諗過嗰個嘅對個社會嘅傷害構成嘅依一個嘅嚴重性，不負責任，拒絕承擔後果，俾撚咗一個咁撚 minimal 嘅數你找，即係講真，喂阿楊明先生。屌你老味閪，打撚咗個八折俾你，再跟撚住分期付款，然後仲有免息，屌你老味閪分期，仲有依一個嘅積分回贈，再送埋依一個嘅迎新大禮，屌你老味閪依一個嘅 gift 俾你，再加埋將你嘅積分加落去依一個嘅亞洲萬里通，再要 upgrade 你，屌你老母坐頭等機，找數啦，吳家產係咪啊？咁佢找完啦，咁啊勉勉強強叫做找完。都被他公司都揸到盡，即係好似將揸牛奶咁揸到盡。一出完揸翻嚟，攬完火盆咧，就要去呢個東張西望咧，就要做呢一個記招，咁啊讀稿，咁啊就話好有悔意啊，希望大家俾即係俾多次機會佢啊。咁啊，但係問題咧，即係農曆新年啊，大家睇住啦，啲撚樣會唔會真係到時又去食團年飯，又去開年，又去拜年咧，又飲多兩杯咧？咁啊，即係拭目以待啦。係啊，咁呢啲一定會繼續會再犯嘅，因為佢無心改過啊嘛。即係佢無心改過之後，佢中招嘅機會就會高咯，係嘛？冇錯。咁啊，超哥，咁啊，香港咧有啲仲有啲咩嘢新聞你想同我哋討論下？香港仲有啲乜啊？我講咗助養先啦，我哋 update 咗先啦，先係咁啊，即係頭先我都講咗咁詳盡，我哋一大扎即係所謂叫做節目咁精彩咁啊，大家都咁支持啦，咁啊，尤其是林國榮嗰集，咁梗係要即係講下我哋。即係你都要助養下我哋㗎，咁啊啱啱咧就12月25號聖誕節咧，至到去元旦1月1號咧，我哋咧就收到咧12,375個2毫2嘅，直接到去到1月幾多號啊，超哥？1月1號，即係我哋今日1月錄影嗰時1月8號，即係我有8日嘅數係 delay 咗，係未報嘅，係咪？係啦，冇錯嘅。咁啊，當然啦，我都要多謝其中一位網友啦，特別啦，佢之前就佢亦都找咗數啦，佢冇好似楊明先生咁樣冇找數，咁佢真係有找數嘅，咁啊，因為佢之前留言俾我，佢話超哥加油，咁啊期待你考到車牌，咁啊，如果佢話超哥你考到車牌咧，咁我哋就打賞你10,000蚊助養，咁啊佢啊即係言出必行，咁啊就今個啱啱12月25號嗰個禮拜咧，佢就即係。過了10,000蚊俾我哋MIHK，咁我要喺度多謝。多謝呢位朋友，呢位朋友貴姓啊？講唔講得噶？佢話唔好啦，佢話低調啲。OK，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咁啊，即係我代所有嘅同事嘅出糧啊，真係靠你嘅支持咧，就係好感激你。咁啊，喺啱啱星期六嘅11:59就截咗單嘅，就係、是。
台灣嘅依一個嘅山果啦，嗰、那個嘅金啦，同埋依一個嘅物種啦，就截咗單啦。咁但係盤菜啊，同埋其他嘅蘿蔔糕啊，就仍然咧就去到一月嘅13號先截單嘅。咁阿超哥，你咪好恨想食啊晉昇嗰啲嘅盤菜啊？我梗係恨啦！第一，我見到阿總理咧介紹嗰陣時咧，哇！我只花菇咧，哇手掌咁大隻，真係～好鬼正喎！啲花膠要刀叉嚟食噶，似乎要嚇。咪咯，即係咁鬼平，喂大佬1,200，你想點咧？係咪先？即係，但係即係奈何我就喺澳洲咧，我哋呢邊咧都有啲撚樣咧都有賣嘅，或者係有啲鋪頭都有賣嘅。咁但係其實真係幾貴咯，即係我哋其實可能呢邊都要賣200-300啊。甚至乎如果你話要食到有乾瑤柱、海參、花膠嗰啲，可能就要去到。500-600，即系500-600，即系差唔多成2,000+港紙噶咯。咁啊，其實都幾貴，跟住仲要只雞啊，得半隻咁啊，即系拜神得嗰半隻雞，我真係心屌你咩？你食盤菜食半隻雞，冇撚咁寒酸啦、啊！即系你個老闆，即系你係貴少少，即系我又覺得啲人俾得200-300、400-500食，你咪一隻雞咯。即系定係啲食材好撚貴。你覺得喂啲魚蛋手打魚蛋手打蝦丸，跟住加幾粒鮑魚乾瑤柱就收你200-500，跟住俾半隻雞你，你已經要即係哇好撚好食啊，好撚開心！即係我覺得唉，即係所以我都係嗰句啦，超哥，因為我每日都覺得好感恩，我每日都覺得好充實，我嘅滿足已經係超越咗依一個口腔期，即係定係食啲咩嘅嘢？就啊，今日特別要食啲屌你老味閪陰唇咁撚厚嘅花膠，屌你咩賓州咁撚大碌嘅依啲嘅海參啊！咁你覺得我自己好撚豪啊，好撚富裕啊？唔係依一個 stage 咯，反而簡簡單單咧，即係我已經好撚足夠喎。即係而家即係好多依啲嘅商品啊、廣告啊，就喺依一個節日裏邊谷鳩你使錢咧。其實咧即係亦都係冇乜咁嘅必要嘅。其實日日都有飯食噶啦。是不是日日都可以吃得很舒暢，不需要特別是揀正什麼時間 是要吃到那麼豪，或者要吃那麼貴，是不是來被人家鳩你，是不是？所以晉昇他們的盤菜實在太抵了，其實基本上是。我就想強調這件事，就是實在太抵了。即我跟阿俊說，我說你的街，你的1,000+，哇真的寄到來我澳洲，你真的發達了，真的，為什麼做得到你不想做的，真的這邊生意。沒得寄啊，不過人不好嘛。是不是吃嘛，寄不到貨。但如果到佢寄咗過嚟，佢嗰個運費又好撚貴咧，係咪先？所以其實喺香港仲留得低，即係食到嘅朋友咧，就珍惜啦。即係其實咁鬼平嘅生意，即係好難做嘅生意。其實有幾多錢賺咧？大家即係計得到嘅，即係其實唔係賺好多嘅啫。咁所以其實咁平咁好咁足料嘅盤菜咧，咁就大家就有機會就訂咯，係。係啊，即係正如啲撚樣成日叫我。你喺加拿大就唔好撚走去飲茶啦，咁撚鳩貴，你走去飲餐茶，屌100-200，屌你咩1,000+港幣咁飲餐茶，做乜鳩啫？加拿大咁撚多嘢食，係嘛？其實加拿大真係好撚多嘢食噶，即係我有諗過咧，即係如果我方便啲時間咧，即係可以拍多啲飲飲食食嘅嘢，去俾大家去睇下，即係依邊啲美食會係點撚樣啊？即係好撚多可以開擴你自己嗰個視野嘅一啲嘅。嘅美食嘅嘢，唔係隻局限喺舊燒買嘅，真係好撚多嘢食噶。係，仲有啊，我真係屌你咩強調過撚到嚟嗰班咁嘅撚樣，屌你咩你就唔好撚食黃水啦，食乜撚嘢黃水啫？即係你嚟咗，你離開咗嗰個地方，你點樣講叫自己係黃店咧？即係你問，當然啦，你嘅立場係可以係，但係你嘅你間鋪頭點樣去黃？你是不是賺到那些錢除了交税給政府之外你會去幫手續還是你會幫香港即現在即在苦的人即你在香港的店鋪 你去表明自己立場你是黃都還情有可原因為 你真的受著那個叫香港的國安法如果你在香港裡面你表明你是一個黃店我恭喜你你是一個非常有勇氣的一 個老闆因為你行到於國安法嘛沒錯 你如果你自己表明你是黃你將那些什麼時代革命啊頭盔眼罩啊放了出來 啊同事全部穿黑衣服這樣去 serve 人啊你就會被人搞嘛食環啊警察啊天天來搞你嘛你去到加拿大又好，澳洲、美國又好，你自己話自己英國又話自己黃店，其實我喺狼鳩，因為你係一個已免於受恐懼嘅依一個地方暢所欲言。係啦，就算你表達咗黃店，你俾希望啲嗰啲嘅支持香港爭取依一個嘅
自己有自主的依一個嘅主張係嘛？反對中共的人嚟幫襯啊！但你賺緊完啲錢，你愛嚟做乜撚嘢先？係咯，所以我咪你賺啲錢係咪要屌你個咩？成立邊個反共基金係嘛？屌你個咩籌集軍火？屌你咩反攻大陸先？撚係啊嘛！你自肥咗啊嘛，大佬。同埋你係冇危險啊嘛，大佬。你係完全冇，你開一間咁嘅店，你翻去香港又唔會有問題嘅，又照屌店行店過嘅。係嘛？完全冇任何嘅依一個嘅成本，然後跟住自己 declare 自己一黃店，跟住就話蠢撚就拎啲錢去屌你俾啊黃店啊黃店啊支持佢，做撚完之後俾緊錢佢賺生意，叫佢交税俾英國、俾美國、俾加拿大、俾澳洲，跟緊住啲錢佢賺撚完就作咗自己嘅袋，係咪佢養手足先？冇錯啊！咁所以咧，即係就算你問我啊，我自己啊，即係我超哥，我真係他日啊有機會啊喺澳洲開店或者賣嘢啊，即係或者可能譬如幫俊昇賣嘢都喎。我最多只我自己係黃人，但係我唔會黃店噶嘛。我點樣？我喺個即係我賺咗啲錢，我袋落自己袋噶嘛。我唔會即係關撚事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唔會掛喺超級黃店噶嘛。即係就係咁咯 ，concept。係啊，咁即係當然賺撚咗錢，你自己中意做乜？其實你標唔標榜你自己係黃店，其實亦都嚇即係唔需要咁執著著意。即係嗰個同埋講真，你喺度依邊。你叫做黃店，或者你自己做嘅嘢，你 against 佢香港政府，但係依邊唔係啊嘛，你一視同仁，你都係澳洲政府旗下嘅一個註冊嘅商店，美國啊、加拿大註冊嘅商店，你納税都要俾翻加拿大噶嘛，係嘛？你冇乜咁樣去分咯、啊。好啦，你話見撚到有啲啊賣匪味嘅嘢，你唔去幫襯，咁為咗住自己健康啊，同埋口味嘅依一個嘅大家唔撚協調啊，我唔中意食啲咁撚多匪味啊，嗰啲咩嘢孜然粉啊。屌你老尾閪啊！西藏燒烤啊，西域燒烤啊，因為我唔中意食嗰啲嘢，好撚多味精，咁啊情有可原喎，唔係關唔關乎，即係佢係咪匪國大陸人開定點啊？純粹口味唔撚啱喎，大佬。冇錯冇錯，所以過到嚟我就好怕呢啲即係所謂咩香港人群組啊，咩黃絲群組咧，就成日搞呢啲團購啊、盤菜啊。即係成日就傾自己係香港人嘅鋪頭啊，主張自己立場點啫？你賺緊咗我錢，你係咪會去幫香港而家坐緊監嗰個皮嗰、那個莊靜莊歌手坐緊咗？即係佢要判52个月嘅時候，即係你依間黃店香所謂叫做喺澳洲黃店，你會幫啲手足啊？唔會噶嘛你。但係跟緊住佢就因為黃店咧就賣價錢仲多貴過幾錢？好撚錯，即係屌你！我200蚊買咩啊？屌你咪手打魚蛋咯，係咪先半隻雞咯，係咁撚多噶啦。唉，冇辦法噶啦，即係有時有多人情感上面嘅嘢就概括咗佢一個嘅理智。最緊要嗰樣嘢，你黃唔撚黃店我都唔撚 care。你最好做啲嘢出嚟對得住天地良心，係嘛？賣啲嘢嘅質素夠好，係嘛？唔好撚屌你老尾閪！我記得好似舊年疫情關係咧，好多人啲團年飯咧要食盤菜。屌你老尾閪，士多都出盤菜，係嘛？跟住送貨係嘛？屎淋尿瀨係嘛？即係屌你老尾閪，送撚咗個盤又冇菜，啊送撚咗個菜又冇盤，又有盤有菜又冇汁，即係跟住等你嗰個夜晚去送團年飯，2点钟都未送到，係嘛？就係依啲啊，大家去支持黃店之後嘅咁嘅問題，但係嗰陣嘅黃店就冇喺個質量上面啊 service 上面做好咯，講乜撚嘢都冇用嘅。係咁啊，再強調啊，今次啊。晉升咧，呢個盤菜可以接單前就係1月13号，係咪？係啦，咁啊，各位網友咁啊，即係有興趣嘅話，咁就可以WhatsApp 去呢個63370012，係啦，63370012，係啊，即係生意難做，咁啊，即係難得嚇，即係佢哋即係純粹佢冇傾佢自己乜撚嘢嘅立場，只不過咧就係做好自己應該要做嘅本分，呢一個好難能可貴。冇錯冇錯，即係唔係食人嘅饅頭，咁其實已經係好好噶啦，我覺得係啊，真。咁啊，超哥仲有啲咩嘢補充啊？冇啦，屌撚完翻撚樣之後，咁啊強曬我已經。咁啊，你係咪想講下嗰個有一啲嘅屌你老尾嘅撚屌嗰啲點樣撚嘢？所謂嘅關愛組嗰啲送抗疫包送去屌你老尾去人哋屋企裏邊，又將啲嘢攤鳩咗，同埋換咗包啊！我講下呢個都幾好笑嘅，咁呢個咧就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其實香港咧，其實已經你話放寬咗疫情，咁啊，其實點解仲有呢啲關愛隊？你又要請呢班嘅大媽，仍然就話有人確診嘅時候咧，又要即係叫多條多啦，我哋英文就叫做咁啊，即係直接送到去門口影張相啊！我仲好咗呢張單啦，咁啊今日
即係你香港人係咪啲錢好撚多冇地方使啊？係咪先？跟住好啦，你翻大陸，你要搞清楚係香港政府啲錢係咪好撚多冇地方使？唔係我香港人，你有香港我真係屌你老母一蚊都唔撚俾你啊！講真，冇撚用，即係跟住你就要上大陸。即係好啦，你之前就話啊唔使做核酸，好啦，其實你仲要你而家仍然要養撚住嗰班核酸公司，好啦，你翻大陸你香港人仍然要俾150蚊或者係250蚊。唔係喎，超哥，大陸而家你入境你係要做24、48小時嘅核酸測試喎、嗯，即係你翻大陸嘛？係啊，要啊依、這個。但係你要你講緊即係你又要俾一嚿錢嗰啲核酸公司啦，即係話你永遠啲核酸公司唔撚使執噶，日日咧攤喺度都有錢執嘅。佢而家就係講就話平均咧，如果每一個人係俾150蚊或者係240蚊左右啦，就係、是、嗰個叫做快即係可以快啲收到個 report 啦。咁啊，每日咧有幾萬人上去，其實佢條數都唔少㗎。係啊，咁你話好開心啦、啊，咁啊香港咁啊仍然可以養住呢班契弟。唉，啲錢太多啦，講真，依啲嘅錢佢話要。政策上面嘅嘢佢要點，其實咪屌你老味閪，將你啲錢跌撚咗落去益呢啲咁嘅撚屌公司，依公司撚屌公司賺撚咗錢，益翻邊個？大家心裏有數啦。咁啊，不過頭先調包，即係話將佢嗰、那個必利痛，即係或者啲所謂叫止痛藥拎走咗出嚟咧，好似話警方咧就話拘捕咗一個人調查啦，係啦，即係喺嗰間外判公司啊，咁啊應該就揾到嗰個阿姐啦，咁啊恭喜佢啦，咁啊為咗。即係偷過一包咁嘅必利痛嚟炒賣，咁你而家就屌咩？即係有報應啦！抵撚死，恭喜佢。OK， 好咁啊，超哥，我哋下個禮拜先再見面啦。揸車小心啲啊！係啊，咁我嚟緊就會去旅行啦，又去旅行啦。咁啊，遲啲再見大家。你撚咗幾時飛啊？未咁快，我下個禮拜向大家公布。好，咁啊，列大夫咧就過多幾日咧就飛翻台灣啦，咁啊收拾細軟啦。哦、oh, ，OK， 系啦，咁啊，暂时佢离开英国一段嘅时间，咁啊，佢迟啲至会翻翻去英国噶啦。咁啊，下一次我同佢录列大夫中医教室嘅时候咧，佢应该就系喺宝岛啦，应该会喺台湾啦。OK， 好，好，我哋再见，拜拜。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啊，下礼拜见，拜拜。Hello， 你哋好，我系喺澳洲嘅 MIHK 嘅主持人。咁我係牛腩超，真心教教主。咁隔離呢個係我嘅小朋友小澤。咁咧就希望各位繼續可以支持我哋嘅MIHK 嘅營運，能夠咧係助養我哋嘅朋友，助養我哋小朋友，助養我哋嘅同事，能夠生活落去。咁我哋要籌集咧六個月入面咧就要籌集35萬。咁而家咧大概係只係去咗1/6左右啫。咁所以咧都希望各位繼續能夠係去幫助我哋，能夠哇唔使咁慘嘅 ，OK 唔使喊嘅 ，OK。好，咁到你講英文啦 ，OK。Please please donate some money to M no no need to tell MIHK. I don't know what that sounds for, but it's to his answer. Yeah, thank you, everyone.